到了每年的农历9月初9，全东南亚的华人都会为了酒尊神明的到来合家欢庆。在马来西亚的酒皇盛会，其实与我们台湾的迎王、送王活动十分相似，甚至还有类似过火、烧王船的习俗活动。就让我们来看看马来西亚这特别的酒皇盛会嘉年华吧。这一次啊，我们来到了马来西亚，要带大家来参加全东南亚华人都会举办的一场庙会活动——酒皇盛会。而说到酒皇大帝啊，我们真的很陌生啊，连在东南亚的华人说到酒皇大帝的起源，也有很多种版本。有人说啊，是国姓爷郑成功被清朝政府通缉，为了掩护他能够逃到金门，就利用福建的王船祭典送他上船。还有一说啊，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与他的儿子和结义兄弟共9人被官兵斩首在海边。世人崇尚他们的忠义，却又怕祭拜他们会被官府逼害，所以啊，就用香炉和9盏明灯来称呼他们为酒皇大帝。不管版本是哪一种，在马来西亚对酒皇信仰最普遍的一种说法，却是和我们台湾庙宇里最常见的太岁殿有关系。以道教来讲吼，伊就是讲吼，咱讲一般有迄个7粒就是吼显性明显看出来7粒，啊7粒就是呐北斗七星，啊有2粒吼看袂出来，因叫做隐星。哦，隐藏起来，哦，温藏的，哦，叫隐性。啊，所以7粒加上2粒看袂出来，当作9粒。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咱若要了解伊这个酒皇哦，咱就用这个吼北斗七星加上2颗隐星来了解，安尼就差不多啊。其实，领酒皇大帝和咱这个台湾的这个领王、上王哦，有足相像的所在，因为吼。这个以这个吼大航海时代，所以大航海时代就是讲吼，这个西方因的船吼啊开始向东方嘛，啊所以迄个时阵咯，咧印度吼曾经吼发生迄种瘟疫，啊所以这个船，伊的南线就是呐，就是到马拉加、到槟城、到印尼，伊的随着船会传染。咧槟城哦，发生瘟疫哦，迄是死真侪人。所以迄吼上古早吼含这个瘟疫流传有关系。伫咧初步了解到酒皇盛会起源，也佫几项规定以后，看来吼是甲咱台湾的迎王祭典，或者是王船借考有真侪共款的所在。也毋过吼，唯一甲台湾上无共的啊，就是伫槟城遮煞是愈暗愈热烈，可能吼是天气热的原因啊，含神明吼拢选择伫暗时。天气凉爽的时阵吼，才会来甲信徒做互动。那个，为什么因安尼耍啊？是爱耍火啊？做为虾米？来加持，来加持了，帮你摇鼓，了来提炼那个后腰的红油。你讲的，即摆唔是来办事，是来欢喜。来欢喜。手给我来，可以吗，大哥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开始哦。哎，会使吗？可以吗？会使。会使吗？来，这来。哇！哎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 讲袂少是骗人诶！哎，什么病啊？这该不该吃啊？加吃了，我这边加吃了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，就是哈，等开始的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呢，黑会啊是愈来愈大，油嘛愈来愈烫，所以学长会修。我头一届刚太舒雅，我算得遐欢喜呢。 伫酒皇盛会的期间啊，每一间举办的庙宇，拢有因的同志来做一寡科仪来祝福信徒。啊那这个落油鼎吼，其实啊，唔是要让大家看太子爷展现神威啦，颠倒是吼，照着太子爷的加持，用药草煮驱风油，和慎重使用。这对九皇爷的信徒来讲啊，那是期待几年的礼物呢。刷落来，伫北海另外一间新巴斗姆宫，即马毛过道桥的仪式咧进行哦。 一步一步，慢慢的踩就好了吗？如爱对我三步一步，三步一步，我哩三对一丢。你小劲啊！真是走哎！慢慢。慢啊！我嘛是在慢慢。我只看因行倒掉啊，是直接行过去嘞，是站在上面嘞。是，而且他们这样子是这样跑，然后一直来回，一直行呢。你看。有啦，在上面。躺在上面。浮力挺身吗？啊，为什么爱安尼做啊？伊咱个太子哦，出来就是爱耍爱游戏啊。嘿，爱人个游戏就是伊人招招，伊人真不渣啊！看你自己出来玩。嘿，我安尼手刀桥弄什么？代表什么意义？代表是讲伊人爱给你人个指导，我人看。嘿。 画面在平地，我就看着有点受不了了。现在刀桥上面呢，但是啊，我那你看啊，边啊就这两点，那个金子，全部这样多，是别从阿面啊。力量比较好像还好啊，你看，心目中我们有三个刀桥，三到上面就是旁边好像一个大海，全部在一个大海这样子。哦，这也表示说啊，行这些刀桥的时候啊，走到一半不能放弃。对。其实这个仪式啊，为什么会流传这么久呢？一定有它的原因。旁边围观的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下面也按那走啊，干嘛不会伤害自己吗？只是我会觉得这种仪式其实就是要让跟大家说，这些党给他打下来啊，除了跟你们说我是真的来到这边之外，也是要让大家会觉得说。 您哦，不要乱做坏事情，因为这些事情呢，其实是我在当地在帮这些信徒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它去除掉，然后我在帮你们受苦的那种感觉。慧，我跟你讲姐，其实啊，除了测试我们两个胆量之外啊，其实也是把我们的身心净化一下。抱神尊过去，神尊是怕邪灵附体，我们人过去是要那个驱邪避魔，净化身体。哎，啊，这是不是跟我们台湾很快比较不好？台湾也有这种过的仪式，其实。 其实看到这里，就真的觉得很像在台湾啦，北中南都有的仪式。这啥东西哎？哦，它有分两阶段的，你看哦。哎，不对啊，它这样会烧起来呢。啊，这会烧哎，这在补充啊。在补充哦。对啊。烧起来了啦！哇！喂，我们刚刚不走，这个要怎么走啊？哇！ 哎，我不敢相信我眼前看的啦！怎么会这样？哇！这是给收了吗？我们在叹为观止，还没有。没有啊！两个要过，都没过。不是啊，大哥，度假不是讲有信徒在做会行吗？啊，信徒呢？无啊。走过了吗？刚才？无啊，是都是报神明诶。还有报神明啊，做会过啊。 天啊，我来参加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。如果你看到会的时阵啊，我就这女生对不对？因为呀、民雄是庙会，女生不是有很多禁忌吗？不过你看伊，他们手上其实都是有在王时代，代表讲吼，人家其实啊，无分男女性别平等，等于讲吼，你只要真的有戒心、戒口、戒意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其实看完刚刚这样，真的是我觉得不虚此行啊。没有，其他一辈。 大家拢贵啊！哎呀，即摆看到大家拢好爱牛爽呢。老师真的很真的很隐秘，还有黑历史啊，遮着安尼。听庙内底人讲啊，这是伫咧请风的时阵请起来的物件，这是最有神秘感。虽然各间庙宇请九皇甲送九皇的形式有所不同啊，不过以较快的面向来看，伫咧这10天。东南亚的华人是团结起来咧做一件感恩的代志，嘛借着这一年又搁一年的传承，互后代的子孙啊在参与的过程当中，未来未记的因的祖先移民来到国外辛苦甲打拼。他们烧是用金纸点燃之后放在黄船上面，里面有点油了。哦，也有点油了。哇，其实烧的那个速度算快哎，火一下就起来了哦。哇！ 哇，今晚花雕哦，好啦，好啦！其实到每个地方，只要有华人就会有庙。别家我也见识到了这边种族的融合性、神明的融合性，还有大家对神明的虔诚。200年前，老祖先遭遇的灾难，建构起东南亚华人的共同信仰。200年后，子孙们拥护的盛会。 传承着老祖先智慧的民俗之美，在槟城的九皇盛会，有最原味的虔诚表现，也有最丰富的人文厚度。期待着每年的农历9月，九皇大帝的黄旗再度飘扬。